来听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平燕老师好，你唱的好美哦！你把这首歌，你把这首歌唱就水就水就水耶！你这么小的年纪可以讲看戏人拢无，看戏人拢无的那个顿点跟那个画面感可以呈现出来，已经非常厉害了。继续加油！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请 Freddy 老师为我们讲评。对，平燕哦，我刚刚是听到 Keyboard Play。我很喜欢陈明章老师这一首歌啦，所以讲我一开始我就想讲，这个11岁的小男生阿迪亚干嘛发抖，干嘛摘掉？因为这个其实他陈明章老师是一个人生阅历很丰富的人，他写这样的歌有他的道理。结果我刚才一听哦，我说我起鸡皮疙瘩，就是真的是很感动。我相信你未来哈，不管每一首歌你能不能。是不是人生真的有经历过像那一首歌要有的那些层次？但是我感觉你是就会当去深入了解那条歌的感情的人，所以我会蛮期待你未来去驾驭更多人生阅历更丰富、更复杂的那个是你的挑战，但我觉得你做得到。谢谢，谢谢老师。谢谢